其实讲说，我一定很善哦。哎呀，你们做出来啊。哎，好，爸爸做出来。所以，该讲什么？对，咱的关注出家人。哎，首先我们听到那边是刚刚，恭喜我们听到那边，恭喜我们听到。对，这里出家人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是我们这个啊撞金主的比赛。接下来我们先撞金主老师。接下来第一位，毕竟老师是我们的。 创作也很有趣，哎啦吼，这个背景当中这篇片，哎，阿吉是哪家这边的？阿哥，咱的这个黄明忠黄老师，哇，好，啊，那这两位啊吼，这常常这样来互相赛，阿就真正讲下声啦，有啥赛无？这边阿大声，有啥赛无？好，这这像咱即摆平常有吼，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黄忠老师还是这吴仲老师，都是国语台语双声带，但是用这个台语。对，很多这个参赛者都会拿他们两个的歌曲来做比赛。对，啊，所以，哎，大家不要忘了，咱的创作心啦，哎，咱的这个创作心的力量呢。 老师，你接下来，你接下来，我把这个场子，哎，好来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介绍助理，哎，是古墓派来，古墓派哦，哦，是魔道魔派，小龙女，哎，啊叫姐姐，叫姐姐，叫姓杨，就是杨姐姐，杨老师，哇，亲亲，姐姐，姐姐阿边阿个阿个办未，阿什么意思啊？ 杀掉别人啊！来，那这三位老师哦，没有一个不杀的啦。哎，所以这些笑脸呢哈，哎，比这个早上的还要更紧张一点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赶快来这个邀请我们参赛者二十六号。哎，按照你要讲的规则。规则那个老师，要再讲规则再讲一下哈。然后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。 现在讲一下规则吧，早上是早上的。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杨慧杰杨老师。不快乐，老师，你进来，你跟他围场，有一条，有一条。各位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们的主办单位以及。 这个承办单位所有的职工们，大家辛苦了。经过早上的这个激烈竞赛之后呢，给现在我们的这个参赛者，也就是下午要比赛的参赛者一个小小的建议。因为我们今天的麦克风非常的好唱，但是三个评审呢都是戴着耳机，所以到时候呢，你们的声音有一些爆冲或者声音不够大小声去调整的，你们自己的麦克风要拿好，因为早上有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所以有些声音爆冲在耳机里面它是 over 的音量就会有一些啊，你这样，因为现在早上有过了，所以现在给我们下午比赛的人再一点点的新的小经验，让大家知道麦克风的利用很重要。那么今天一样的哈，我们在这70位的参赛者当中，我们一样会选出30位，前20位进入决赛，在第21名到第31名有奖金也有奖杯，而且呢，也是一个肯定哈，20名到30哈，哎，不是31哈。 21，从21到20，21到30，21，对对对，从21到30的奖金是300块，有奖金，哇，OK 的哦，所以悠悠你也可以下回要比赛，奖金越来越丰富。老师，那你怎么不回话？阿弟出奇啊，我是不是我拍片？好，那么一样的。 跟常青组的好朋友聊到说，荧幕为什么要放在这边？其实如果你可以整场的很自在的去演唱一首歌，不会受到荧幕的这个字幕的限制，是最自然的。那荧幕放在这里是其实是等于说有鼓励大家让我们安心的一个作用。好，那其实到偷看，就是你这样我们要下来偷看一下。那你偷看不影响整个，就是你从那盯着这样就是不自然嘛，那就是会不就懂的，因为你们常常比赛，你懂这个文化哈。那在。
在总决赛的时候呢，可就是没有打唱的话，但是刚刚呢，其实你们可以有自然的一个反应，就是说为什么要打唱？其实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不要打唱，你直接告诉 DJ， 今天 DJ 会比较辛苦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在初赛的时候我们是有打唱。可是你如果真的不想反唱，真的不要影响，因为打唱有时候旋律会影响，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唱歌的一个挥洒的你自己的歌的空间。所以原则上我会给你们打唱，这是一个初赛跟决赛的不一样的一个做法。可是，在初赛，假设你真的不需要导唱，可不可以麻烦你，还是要告诉一下 DJ 好不好？这样子给各位一个挥洒的空间呐，啊，好，那么也是祝各位有一个很好的成绩，那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慧姐老师。那个，我们其他两位老师有没有在这个？非常客气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是一样阿伯嘞，那么乖乖请还是要动静啊，好。请注意，麦克风拿到的时候，不要习惯性的去拍它，好不好？你拿到麦克风拿到的时候，一定有声音哦。阿妈碰起来哦，那是地方不会蛮高的。第一个啊，第二个就是从后面上，从后面下，不要往前面跑哦，往前面跑。今晚呢，跟那个张老师小对话，反正本来是九十几分，跟老师叫惊着船，拍着那个卡套唔到你。开玩笑，主播你看一看，就是不要往前跑，不要太紧张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那个参赛者上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的 DJ 这旁边要稍微休息，但是呢，你莫休寡哦，因为老推不后背，你要先上来，这样子呢，我们的比赛才会顺利，好不好？那你接下来。